六朝古都，人杰地灵。在风景秀丽的南京紫金山路，明代故宫的旧址上，坐落着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1951年秋天，在抗美援朝的烽火中，遵照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发展航空工业的决定，以邓永清为首的创业者白手起家，在明故宫的废墟上筑建航空院校。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一所新型的航空院校诞生了。1956年四月，学校改名为南京航空学院。第一代创业者在四年内实现了南航历史上的第一次跨越。1978年二月，南航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南航经历了它的第二次跨越，开始了建设教学科研型大学的征程。1981年，学校成为全国首批具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1993年五月，学校更名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6年十二月，南航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序列，这是南航历史上的第三次跨越。学校自此驶入了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建校50多年来，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南航已经成为一所以工为主，工、管、理、经、文、法、哲、教等多学科门类协调发展，具有航空、航天、民航特色，国家211工程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全国56所设立研究生院的大学之一。2008年，学校正式隶属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的南航拥有两个校区，明故宫校区坐落于明代故宫遗址，将军路校区位于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占地总面积2500多亩，建筑面积近87万平方米，图书馆馆藏文献印刷版204万册，电子资源300万册，现有教职工近3000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有1100多人，博士生导师268人，院士及双聘院士10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3人，长江学者10人，全国教学名师2人，国家级、省部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8人，入选国家和省部级各类人才计划88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34人，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比例超过54%，现有全日制在校生近24000人，其中本科生近16000人，研究生7000多人，另有留学生436人，成人教育学生近5300多人。学校现设有航空宇航学院、能源与动力学院、机电学院、民航学院等14个学院，设有无人机研究院、直升机研究所等111个研究机构，现有51个实验室，其中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个，部级重点实验室和部级开放实验室12个，国家工科基础课程教学基地2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省部级研究中心9个。学校拥有完备的学科专业体系，现有本科专业47个，硕士学科点127个，博士学科点52个，博士后流动站12个，有飞行器设计、工程力学、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等9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导航制导与控制、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两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以及15个国防特色学科点重点学科和14个江苏省重点学科。学校始终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以教学质量为生命线，全面推进教育教学改革，逐步建立起符合教育规律和社会需求，与研究型大学建设目标相适应，具有鲜明特色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取得了一批较高水平的教学成果。自1989年国家设立教团结柬埔寨，学校共获部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83项，其中国家级奖15项。在全国大学生力学、数学建模、挑战杯等各类竞赛中，我校学生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建校近60年以来，南航已为国家培养了10万多名各类高级专门人才，校友中涌现出了两院院士、部省级党政领导和将军，以及一大批著名的科技专家和管理专家。从南航走出的一批批优秀学子，已经成为我国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装点着万里星空。学校历来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经过5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已显示出雄厚的科技实力。在力学、航空宇航、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等领域的15个研究方向，居国内领先水平。在飞行器控制与仿真、电力电子等领域的21个研究方向，居国内先进水平。学校先后自行研制成功了25种型号的飞行器，创造了我国航空科技史上的若干个第一，共获得部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1200多项，其中国家级奖63项。学校基础研究成果显著，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近3000万，承担9级3重大项目多项，获国家自然科学奖3项。学校注重知识创新、技术创新，鼓励发明创造，年度申请发明专利突破500项，先后获国家技术发明奖15项，积极承担国家型号研制任务，在无人机设计与研制领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鲜明的特色，成为我国无人机工程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基地。学校先后参与了加油机、歼十、空空导弹等20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研制，多次立功获奖。改革开放以来，南航积极推进办学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并不断加强与国内企事业单位的联系与合作，积极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与德、法、俄、英、美、加、澳、韩等国家和港台地区的50多所高校及一批著名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了服务三化、服务江苏、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开放型办学新格局。至周万物，道济天下。在半个多世纪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中，南航人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南航文化，形成了团结、简朴、为实、创新的优良校风，凝练了负重奋进、献身国防、维持创新、志在超越的办学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21世纪，南航人将抢抓机遇、迎接挑战，坚定不移地实施特色发展、人才强校、开放办学、制度创新的发展战略，以昂扬的姿态向着具有国防科技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目标迈进。